这毕业分开异地恋是你们共同的决定吗？嗯。是啊，那未来怎么办呢？如果他愿意改变的话，我想。不，他跟他改不改正没关系。就未来，假设你们要在一起，你们在哪儿生活呢？是在长沙还是在岳阳？其实也压根儿没想。哎，老师们，你们看怎么办吧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孩让我印象深刻，你很没有安全感。你上来之后，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她变好。你想过吗？什么叫我要她变好？因为你是个宝宝，全世界都得围绕你旋转，全世界都得为你改变，这是你的想法。甚至一直到最后，你所说的也是，如果她改变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？真的是个宝宝。按照你这个思路下去啊，咱们可以在她卧室安个监控。不用早安晚安了，对吧？早上一看，哎，打开一看，醒了没有？然后呢，在他朋友那儿全都放上监控，哎，去哪了？一看，哎，就在这儿。再装个 GPS， 对吧？所有的信号显示出来，地图都有了。但是这是你要的吗？这不是。你在这种追逐，你在这种监控之中，始终会焦虑，始终会感觉没有安全感，始终会痛苦。这只是你的一种路径依赖。每一次我知道了他的位置，我知道了他的状态之后，心下稍稍安定一点。但是没有一会儿，你又感觉不安全了，你自己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，你自己不知道，你没有一个办法可以给到自己安全感，你完全还不懂，在爱之前首先得成长，我们首先得成为一个自信的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，然后才谈得上说我们来谈恋爱。这是关于你。这帅哥呢，我听了半天，我感觉你也挺有意思的，你所有的东西啊全都是在辩解。不不不，不是我的错，不不不，其实都不是这样的。完了之后你反攻他的方式是什么？你不也有个学弟吗？你不也给人家问说你要甜的要酸的吗？这是你跟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，一切都是在辩解。你从来一个东西呢，你们一起讨论讨论未来究竟要干什么呀，在哪生活呀，怎么生活呀，生活方式是什么呀，我觉得还得坐下来讨论讨论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呀，沟通模式一定要改。你们俩最喜欢做的就是埋怨，哎，你不对，他不对。那这个埋怨来埋怨去能解决问题吗？他不能，他只能让你们双方更加的误解。所以我建议你们先讨论讨论这个事儿究竟是什么，再来讨论为什么，再来讨论原因，再来辩护都来得及。比如说为什么要早安晚安，早安晚安在你来看是什么？是其实是实时上的监控，因为说了早安我就知道什么时候醒，说了晚安我就知道你什么时候睡。完了他呢，我知道这是监控，我不想要。所以其实要讲清楚，把这些通通的规则讲清楚，然后双方有了统一的共识，讨论清楚了爱的意义，才会有未来。这是我想跟你们说的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我的感觉啊，姑娘，恕我直言，他是爱交朋友，也重情义，但是他对你的那份爱情没有那么重。异地恋带来的种种不利于感情的因素，你们的爱情成熟吗？所以
一份如此幼稚不成熟的爱情，又怎可能承受异地恋的不易呢？我觉得如果不能够及时在一起，你们的爱情维持不了太久。即便你们努力在一起，如果不让自己成熟起来，不让自己担负起爱情当中应该担任的角色，你们的爱情也长久不了。好好审视一下自己心中那份情感吧，不要太勉强，回不来就分开也好，好吗？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杨老师。